师父一次一次都很期待，人人啊能学菩萨法，佛陀来人间都是为了要教菩萨法。此际50多年来啦，我一直都在说，一个字一个字，字字啊来当路在铺，用爱铺着路走过来，期待呢这一条路啦，满满都是爱，这就是菩萨道，菩萨行，不忍众生受苦难，菩萨怜苦众生，众生呢积来这么多的业力，菩萨呢就要心中啊要有无限量的净水，清净的心去扑灭啦众生贪婪之心念，去扑灭。那你要引导他把爱呢启发出来，去见苦，才能知道自己是有福人呐。看到了马来西亚的菩萨是很精进，他们呐、一旦接触到了此境，总是他们呐、资深的菩萨，虽然有疫情，但是他们没有停歇。同样的精进，而且呢这去发放安顿事业的人家，他们同样呢也去做发放啊。菩萨怜苦众生，精进啊也是戒圣虔诚，精进如常，还是呢在精进，很有规律的走入菩萨道来，很有菩萨规律。我也问大家说有没有推数啊，他们就说了，从进来见习培训，他们一向都是这样，从培训啊开始，回数不可。真的，我也是很赞叹啊！他们接受到了慈济啦，开始总是呢守这样的戒律，慈济持戒，不杀生。真正的要复生不杀生，他们都做到了守戒律，而且呢走入人群行菩萨道，这都是呢马来西亚的优点呐、从马来西亚开始有分享到了尼泊尔，因为呢尼泊尔那几年前呐、那一波的地震呐、我们好几个国家慈济人都投入啊去关怀尼泊尔，去救灾等等啊。马来西亚的呢也是动员啦、很多人啦、也是长期呢跟台湾的
都长期在那里一段时间，他们呢总是投入照顾的一大段呢、都是他们来负责去关怀去帮助。还有呢，缅甸呢、他们也在做辅导啦，常常说一把米，这个米铺满，现在呢已经呢普遍出来了，家家户户每一餐的探手一抓的一把米，然后放在这样的一个桶子，这备份饱有够啦，所以一把米，那每一家来汇合起来呢，就可以去帮助人。其实这一群啊，提米来倒的，都是呢慈济过去的帮助，给一包包的米带回去的。他们从那一包包的米啦、就是每天的抓一把，再回馈，就可以呢帮助很多人。这都是呢一个观念一通啦、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，同样也是力量很大。这一把米不只是可以救别人哦，也会呢改善自己。这种有爱要付出，他天天呢都会自我呼唤爱要付出。看到了他们呢把慈济的法那很用心的推的普遍啊，这整阿桃呢都去推动。大家开始来说老感觉了，又不带老妈说老带不妈了，老爸你不爱就爱加班老比较嘛三的家的高三岁了，老的开开了嘛别老爸我要你嘛提路的，这首先来的提路不啊，那边提先去路，我过那个来打来的提路，那先干的不啊比较嘛，不比较嘛不喏，我过路西的路也没西的路嘛，我讲咯，那干的也得进了的不。总而言之啊，这就是爱的种子，一生无量啊！这只要呢，难。要安怎样来让人人众生共善共善啊，唯有共善才能呢翻转啊，共业，我们要有共善才能翻转天下呢这么多啦，何能担心地水火风啊？这地球呢，在生热哈、热不断不断的升高。我们不要以为说离我们很远，跟我无关。关呐、菩萨们呐、我们要好好的自我反省，所以戒慎虔诚，我们记得时时感恩，人人感恩，处处感恩，我们自我提醒警觉，天下灾难啊降临了，人类呢哪能这警觉的心不抬头呢？还是要警觉啦，这都是人为，每一个人的
点滴点滴所造成，点滴的造成啊，所以爱心呢，也可以点滴的累积呀，救人的米呀，也可以一把一把的堆积起来呀。所以爱心啊，点滴增长要增加，但是呢，贪嗔痴啊，也要点滴点滴呢，把它去除掉、消灭掉，这才能天下平安呐。